didn't see that directly. Unbelievable shot from Sushi.好球！好球！ 拉侧旋，好，拉住，扑正手。以前咱们都是七项在一起打，团体和单打没有分开的时候。好球，许昕放高球。哎呀，你看这手感漂亮，要胸变正手。你无论是你，你看这种球就是说。 给许昕给的侧身位太多了，全是在反手位，正手位调动的根本就不够。教练对我说，只能赢，别说太多。奥运会、世界杯，马林曾是冠军，就差一个世锦赛大满贯。是我对自己说，这点小事儿。 算什么？不就是赢吗？好球！ 换了一块海绵，自从换了这海绵，这反手好的直线漂亮。Oh, you devil! You dare not do that! It's match point. Uh oh, here we go. A little playful thing from Marlon. The last point. And the crowd, do they like it? I think they must. How close to the net can you go? Oh my goodness me, it's in the crowd and Marlon has given it away. The handshake's come in and he has admitted defeat.
The number one in the world brings a smile from the number four. 相当于十一分的话，一上来就已经五分过去了，所以这个你要求运动员进行状态要快。漂亮，再来。漂亮。世界冠军张怡宁为您带来的现场评论。受第，那么一方面，这个十一分球啊是在打这个赛前，我刚才讲了，好，哦，漂亮，哎呀，跳起来，反正弄，反手放住。好的。好，许昕的转换呢不是全台，因为他的反手还相对弱一点，他总是正手的全台转换，这单面功，好球啊，这个真好，反拉，第二反拉直线，注意连续性，徐库存反拉，再次反拉，球，两下一发球，哎呦，许昕那球接得太好了。